啥去啊？我给你拿个镜子。这东西看你谁啊？吃苦的有的要。哦，要看下视频效果的。嗯。有的供应商要看了视频才打款。多少钱？这批标准机应该值不到多少钱了，一两万块钱最多。什么机值钱？摇臂机。摇臂覆膜的值钱。那肯定大嘛。这标机。啊，标机。